刚才看你们工作人员在这认真的画剧本，就猜你们这个团队一定非常好合作。熊小熊，你不现在没事干吗？来活了。坐呀，小小，坐。坐呀。江倩知道吗？看过电视剧吧？嗯。嗯，这剧本熟悉一下。拿到25楼的化妆间找他经纪人，下午他们要在公司见导演。咱公司策划来不了了，你临时顶着。嗯，辉哥，演员还要策划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。用不着你策划，想太多了，你连话都不用说。叮嘱你一句啊，嗯，办事都给我注意点，别再给我惹麻烦。这人谁呀？怎么这么讨厌？他是谁不重要，但重要的是他肯定没想起来你是谁。哦，对哦，我没带工牌。你帮我把这里弄起来。好了好了，脸上不用搞了，这个地方弄起来，刘海挑高一点，好吗？好，在这里喷点胶压一下。哎，小心点。这个地方弄一弄。你看，喷点胶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我想找一下江倩的经纪人。月姐不在。哦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催了。你是公司的策划吧？哦，不是，我是自媒号的实习生滕小小，策划今天。行行行。哎，姑奶奶，快点儿，导演一会儿就到了。好了好了，来了。来，拿着。走了。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工作人员下去接你一下。是啊。哎，那谁，你那剧本画好没啊？我贴一下。快点快点快点。好了好了，已经全部画好了，这2页是今天要试的。行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刚才呢我们俩去试衣服了。那这儿现在我们试下戏。哦，对，导演，我昨天晚上认真准备了。哎，要不您看一下。不用了。哼哼，哎，刚才看你们工作人员在这认真的画剧本，就猜你们这个团队一定非常好合作。其实昨天晚上就定了，这个戏就用你，我来呢，走个过场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导演，那您慢走，送您一下。再见。您慢走啊，再见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我叫滕小小。名字还挺可爱的。哎，倩倩，下午呢我要飞一趟上海，你那个广告代言合同出了点问题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嗯，反正下午也是拍平面，你自己也没什么问题。行，没事，你去吧。下午呢他跟着我就行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可以。这世界很酷。